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那我们今天来这里讲这个大智度论。那我们在讲大智度论之前，先了解一下啊，这一些大智度论周边的所谓背景知识啊。那我们先就这个大智度论的这个讲题来看啊。那么大智度论啊，它就是在说明啊，这个大就是摩诃。这个智就是般若，度就是波罗蜜，这个论就是在解释法跟律的，通常解释法跟律的，就是经跟律的，都叫做论，都叫做论的解释。那这个就是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论，所以它是四经论。那论里面基本上又分两种，一种叫做四经论啊，像大智度论就是四经论，十住毗婆沙论也是四经论，就解释经的或是解释律的。另外有一种论叫做中经论，中经论就是对一本经或很多经或佛法中的道理，那么抉择它的义理的，那么这个叫做中经论。那比如说中论啊、俱舍论啊，这一种它不是针对一本经或一本律或一本论，就是一本经或一种道理来说的，就是说不是针对一本经或许多经啊来讲的，就是这个是随经文次第解释的，这个不是。那比如说中论、俱舍论，那这个四经论，比如说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啊，比如说往生，啊，往生论是属于这里的啊，中经论，啊，比如说金刚经论啊，这个就是四经论啊，十住毗婆沙论，这个是四经论。那另外啊，我们还要知道所谓的论。它这个是啊论的基本上的两种形式，那论的内容啊，论的内容基本上有三种啊，所谓的论，它基本上有三种，在佛法里面基本上分三类的论。论就是在论义、论说、解释经跟律的，它基本上有三种解释，我们叫做诠释啊。那通常有三种。我们看到的最多的叫做阿毗达摩，或是毗婆沙这一种阿毗达摩。阿毗达摩比较常用的是所谓的名相的分别啊，名相详细的分别。那另外，有两种，还有一种我们也比较会常见到的，在瑜伽师里面常会看到的，叫做摩耽离伽。这个是论的三种，就是它不同的形态啊。那这是就两种大的类别啊，就摩耽离伽。你看那个瑜伽师里面常常会讲摩耽离伽，它其实就是代表论，但是这个阿毗达摩重在名相的分别。种相啊，别相啊，解释这个义理。但摩耽离伽呢，重在大中纲要。另外一种，我们比较少见到的啊，叫做昆勒啊，就大智里面也有讲到叫昆勒。昆勒这种论啊，比较重在这个贯通经义，经义的贯通。
所以这三种论是比较不同。那昆勒的论啊，现在比较少见了啊。那佛法里面，比如说像诚实论啊，那就比较是偏重在昆勒这一部分啊。那如果依佛法来讲，那这三种都需要啊，这三种都需要啊。那但是我们现在啊，因为说一切有部，它重名相啊，所以后来阿毗达摩变成论的代表，那么比较重名相分别分析，繁琐的名相分析啊，这个是我们对于所谓的论必须要有的了解。那在汉传佛教界，那主要有三部大论啊，一个是大毗婆沙论200卷啊，三大论，这个是只有汉传佛教有三大论，其他宗教、其他南传跟藏传都没有的啊。啊，最主要的都是大智度论。那我们比较从大部头的来讲啊，就翻译过来的大毗婆沙论啊，那么它有200卷。大智度论有100卷。于伽师地论100卷，那我们现在讲的是所谓的大智度论，那这两个是，这个跟这个都是玄奘翻译的，这个是鸠摩罗什翻译的，那这是我们三大译经师里面的。最主要的就翻译界里面，那么最主要的两个人啊，那另外一个有的说译经，有的说不空啊，说三大译经师啊，或者是有的说是不空啊，有的说是译经，那但是这两个是主要的啊。那一般我们把这个叫做旧译，那把这个叫做新译。那罗什以前的叫做古译，罗什以前的叫做古译，比如说《竺法赋》，啊，这个以前的，这个是姚琴时代的，啊，这个是唐朝，罗什以前的叫做古译，啊，那很多，那这里旧译重的是意译，就是比较义理通的，而不是造文句的。那么玄奘重的是直译，啊，它各有利弊，啊，这个我们稍微，啊，这个是义理的，这个叫做意译。从义理上，啊，会通比较重视的，那罗很多的经啊，都是大概从罗什之后啊，那么罗什翻译的东西就是读起来比较顺，因为它是采意义啊。那玄奘的有时候读起来不顺，但是它是直译，所以它可以翻回去原来的范文啊。那这个是。那有很多翻译的名相是到罗什之后才开始确定，啊，那比如说啊，我们一开始的卢氏我文，经典的卢氏我文，卢氏我文是从罗什之后才开始确定的，之前的翻译，他有时候翻作我文卢氏，文卢氏啊，就不一定是卢氏我文。好，那这我们稍微在还没讲之前，我们先要把大智论的所谓的背景知识。先做理解，好，那这个是三大论。好，那现在要讲这个经，那么这个经，所谓的这个经是所谓的大圣经，那比较偏向于啊，所谓我们说的大初期大圣经。大圣经又有分初期、中期、后期啊，那简单的分初期跟后期。然后大圣经基本上又分，主要是分所谓的初期跟后期。那般若经啊，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它是属于般若经里面的一类。好，那大圣经它有初期的大圣经，它是属于初期的大圣经，《摩诃般若经》是属于初期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它是属于初期大圣经里面的。
般若经中起的般若经啊，这稍微我们知道一下啊。大圣经基本上初起的大圣经主要有几大类，初起的大圣经主要有几大类，第一个就是般若经啊，等一下我们慢慢再来讲，就是我们还没讲这个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论大智度论之前，我们先把有关佛法以及围绕摩，因为这个是大智度论，大智度论的核心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这个是大圣经初期大圣，这个是大圣经啊，这个是佛法啊，那我们先从这边，然后扩大家了解整个之后，然后我们再来讲这一部论。所以这些相关的背景知识我们先理解一下。那初期的大圣经它有分几大类，那初期什么是初期大圣经，它的定义在哪里，基本上就是以龙树里面，龙树是所谓的初期大圣的结集者，所以龙树里面有引用的这些经论啊，大圣经论基本上都被定义为初期大圣经啊，还有它的年代，初期大圣大概就是在佛灭后五百年啊，就是西元前啊，西元前一世纪，龙树是西元前两世纪的人，大概两百五十年，那个是年代的人啊。那么他是集大成者，所以西元前一世纪开始大圣经流行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那么先讲这个所谓的初期大圣，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般若经里面的啊的一种。那般若经非常多啊，我们习惯讲的，比如说像玄奘的六百卷大般若经，它是把很多的般若经结集在一起。但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啊。那这个最早期的这个般若经啊，我们把它叫做原始般若。那如果等一下再来分啊，般若经有分原始般若、下品般若、中品般若、上品般若啊，然后后面还有所谓的。啊，密教的理趣般若这一类的，好。那原始般若跟后来的所谓的理趣般若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原始般若不讲空，讲无我，讲无相。那到了下品般若、中品般若的时候已经讲空了，到了理趣般若的时候已经，或是上品般若、理趣般若的时候已经讲不空了。所以它这个概念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般若经是属于。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它是原始般若跟这个所谓下品般若、中品般若啊。好，那这个初期大圣经主要有分几大类，一个就是般若经，一个就是文殊般若。啊，那这个虽然都讲般若啊，但不太一样啊。那般若经基本上是尊重声闻的。文殊般若是呵斥声闻的，这不太一样。那般若经基本上还是观蕴触界的啊，比如说色受想行识是空无我的啊。那么文殊般若比较直接重直接的体悟啊，就入诸法实相啊，就不太一样。那这个是两一大类，是一个是般若经，第二个是文殊般若，第三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净土的经典。啊，比如说《波多三昧经》啊，这种净土的经典，净土的啊，《无量寿经》啊，这种都是也是初期大圣。另外第四个，比如说是《华严》啊，《华严经》啊，《华严经》也是大部经里面的啊。我们这里有，我们刚才讲有三大论，但也有几大部经啊，比如说。华严经是八十卷，大宝积经是一百二十卷，啊，大集经也是一百二十卷，大般若经是六百卷，啊，这些都是比较大的经，我们叫做大经大论，啊，那么华严经也是初期大圣的，啊，不过华严经不是一时一地，啊，它是经过大概也前前后后大概也几百年，啊，那么它八十卷，另外一类，啊，就是法华经啊、宝积经啊这一类。其他的大圣经也很多啊，像《维摩诘经》啊这一类的啊，这总共有五大类，总共有五大类的初期大圣经。那你会看到龙树在《大智度论》里面有些都会引用啊，但是它是以般若的观点来讲，好，那就不太一样。
好，那这个是我们先讲到所谓的这个般若经啊，般若经是指它这里的般若经啊，基本上像这一种的啊，我们看现在我们知道所谓的初级大乘经是这样。好，那我们如果再往初级大乘经再往前看，一般我们把佛法啊，就是初级大乘的前面是什么，后面是什么？我们把佛法分成啊，如果五大类来讲，所谓的佛法啊，所谓的佛法。那么佛法到底从哪里来的啊？当然是佛在菩提树下觉悟，觉悟之后所说出来的，主要是这两种。那这两种我们叫做从中出教啊，就是他证的真理，然后他透过世间的语言把它说出来，告诉大家什么是真理，怎么证得真理。所以佛法主要在讲两件事：什么是真理，真理是什么，就是在讲真理。那真理是什么？比如说缘起、中道、四谛、无我，那么这些就是佛所说的真理。那怎么样我才能证得真理啊？比如说无我，那我们经常会看到说，那佛陀说无我，那我要怎么样才能见到无我，才能证到无我，才能准确如实的知道无我啊？他就会教他怎么，第一个从观，观不来的话啊，你要前面要修定，那定修不来的话，因为你有障碍啊，你要修戒啊，那戒没有的话还没有具足啊，你要修信啊，那么信解行证或是戒定慧啊，那类似像这样，那么这个就有一个次第，那个叫做道品。好，那我们先把整个佛法的大概理解一下，然后再来讲这部经了。那么一个就是佛法最重要就是讲两件事，一个叫做真理，什么是真理？世间的真理，出世间的真理，就是世间正见跟出世间正见。好，那么世间的正见主要就是缘起、无我啊，或是中道、四谛，那这个是出世间的正见。那世间的正见呢？啊，世间的正见就是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凡夫、有圣人、有过去、有未来啊，这些是世间的正见。好，我们会慢慢说，慢慢说啊。那么就是把很多佛法的观念，我们都先要，就是叫做背景知识，周边的背景知识啊。那么你要先知道，那这个佛法，第一个就在讲什么是真理，第二个就是怎么证得真理啊，如何证真理，如何见真理啊，就是证实相、见真理。实相就是《金刚经》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它就是无我相，就是缘起相，就是空相。般若经讲叫做空相。好，那么如何见实相、见真理，或是悟真理？那真理是什么啊？真理是什么？第一个当然是什么是真理啊？一切法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寂静啊，三法印。好，那这个是佛法，那这个真理是佛在菩提树下觉悟出来的。那么觉悟出来，他没讲，没人知道。那讲必须要用当时世间通用的语言来讲啊，我们说这边的假名施舍就是这样啊。那么他需要用世间的语言来描述，来告诉你怎么这个证的真理。那这个就是佛法的根本，所以一般来讲，这个叫从中出教。那《阿含经》里面讲，就是佛为法眼，佛为法衣，佛为法本啊，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佛从法，从佛出，佛为法本，佛是法的根本。那么，那佛法不单单是佛所说的啊，佛弟子，比如说舍利佛、目犍连说的也是。所以佛法的来源，第一个当然是佛，第二个就是什么？佛弟子，主要是这两个。那佛弟子当然也有分在家、出家，也有在家佛弟子，但是他证圣的、证圣者的啊，他证出果、二果、三果，他讲出来的也是真理，也是真理啊。那么，甚至啊，那佛说的当然也是，那证阿罗汉的那更是啊，舍利弗、目犍连的啊，那么阿难的啊，大迦摄的，那主要是这两个，佛及佛弟子说的都是佛法，那佛弟子是依佛听闻佛所说的啊，所以根本还是在佛啊，所以佛为法本，佛为法眼，佛为法衣，引导我们认识修正佛法的人，是一切
根本，他认识真理。如果佛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好，那么这个是佛法的根本。那《大智度》里面有讲，佛法有五种人说，除了佛及佛弟子之外，那佛弟子是这样啊，那佛及佛弟子一样，基本上又分所谓的天人啊，诸天说啊，因为天人也是曾经佛弟子，然后到天上去的啊，然后他又记得的啊，或是真的出国啊，那么到天上去啊，他还记得的佛法啊，加比如说迦叶佛时代的升到天上啊，他还在，那他记得迦叶佛时代的佛法啊，那释迦佛时代升到天上去的，现在还在道立天，他还记得释迦佛告诉他的佛法，那么他说出来的，他也是佛法。好，那么这个是天人啊，还有一个就是仙人啊。那仙人，比如说辟支佛啊，那辟支佛虽然不是听佛讲的，但是他自己因为过去体悟到，那么他说出来的也是真理啊。或是说这些仙人，这些一般讲仙人，印度人讲仙人，基本上很多都是所谓的成道者，比如说佛是诸佛是大仙人啊，古仙人啊，过去佛叫做古仙人，那佛是大仙人啊，基本上就是一些圣者。那像辟支佛啊，他讲出来，他也不是佛弟子，辟支佛不是佛弟子，他是跟佛一样的觉者、觉悟的人，但是啊，他比较少说法啊，他比较没有度众生啊，啊，但是他也是天人、仙人，还有化人。化现的，那这个化人可能是天人，可能是佛菩萨化现的化人啊。那所以，但是最主要是这两个佛及佛弟子说的法，都叫做佛法。好，那另外啊，一般我们现在流传的佛法，好，那么从这个佛法跟到我们现在流传的佛法。那么这一些来讲，它是怎么演变的？当然一开始就是佛法，啊，我们从佛，我们一般人这样分的，啊，就是把佛教、佛法啊，佛的教法，把佛教，啊，分成主要的几个，就是一时间啊的不同。第一个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啊，佛在世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做。佛在世的时候的佛法，佛在世时候佛及佛弟子说的佛法，我们说佛法最主要是佛跟佛弟子，啊，那么佛在世时佛及佛弟子说的佛法，我们把它叫做根本佛教。根本佛教，好，这个是根本佛教，这是佛在世的，佛在世。佛在世有八十年，但是他开始说法到他入涅槃只有四十五年，那么这四十五年讲四十五年中讲的佛法，就叫做根本佛教，啊，根本佛教到底 是什么？现在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我们现在的佛法主要是从部派佛教中来。好，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讲。那么佛灭后就是佛在世跟佛灭后，啊，这个是佛灭后。那佛灭后又有分啊，应该这样讲。佛在世时跟佛灭后，那佛灭后又分几期？佛灭后到部派，就是分部以前，啊，就是分部之后跟分部以前，啊，分部派分裂，部派分裂，啊，佛教部派分裂之后，啊，那么部派分裂之后。就是还没啊，应该是这样啊。部派分裂前跟分裂后，佛灭后里面又分啊。部派分部之后，分部前啊，分部前，分部后啊，分部分派啊，分部前跟分部后，分部前又分两种啊。我把这个擦掉啊，再来讲，分部前又分两种。就是佛灭后到大迦叶结集佛法的啊，大迦叶开始一年不到一年，没有多久，大迦叶就开始结集经典了。大迦叶结集的法跟律，啊，分布是在大概佛灭后一百年。如果分布基本上就是佛灭后一百年到两百年之间，啊，一百年后一般来讲一百多年开始后就分布了，
分成两部，一个叫大众部，一个叫上座部。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说法叫做保守派跟改革开放派，那么基本上就是以上座为主的，跟以年轻的大众为主的。那么青年上座跟年轻的大众为主的。好，那么大家是阶级经典到部派之前分部以前，从佛灭后到部派分裂以前，就是佛教分成两大阵营，两大部，两大派别。那么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什么佛教叫做原始佛教。我们把这个叫做原始佛教，从大迦摄结集的，大迦摄结集的佛法不等同于佛时代说的佛法，但是大迦摄结集的也是都是佛法，因为都是五百阿罗汉结集的嘛，以大迦摄为主。那么阿难是以结集这个尖那这个毗这个结集律的还有一个结集律的持律第一的忽然间忘了那没关系就是结集这个律的跟尖跟律的这个结集起来的法跟律，我们都把它叫做原始佛教我们把它叫做原始佛教。所以这个是分部以前这个就是佛在世时，那佛灭后我们写在这里，佛灭后分部以前的我们叫做原始佛教。开始分布了开始分布了开始分布，我们把它叫做部派佛教部派佛教那么结集经的阿难，结集律的是优波里那主要是以这两个人，大家就是三个人然后还有五百阿罗汉。好，那么这个原始佛教就是从佛灭后，从佛灭后开始大家是结集。那我们为什么会说大家是结集的不等同于佛说的，就是说大迦摄结集的当然就是佛说的，但是它只是结集部分有五百阿罗汉参加结集。那么佛还有跟谁讲？除了这五百阿罗汉，还有跟谁讲？还有跟比丘尼、居士，还有到天上讲为母亲讲，他讲的很多。那么讲了这么多，阿难虽然是多闻第一，也不是每一部经全部都，不是每一部经全部他都知道所以后来有很多流传。说我也听过佛这样讲，我也听过佛这样讲就慢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原来大家是结集的只有杂阿含，原来只有杂阿含那后来慢慢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开始分布开始分布。后来就是把它分裂了，分裂之后就变成有杂阿含，有中阿含，有长阿含，有真阿含。那我们现在的所谓的佛法，都是从部派佛教所流传下来的这个阿含经，以及当时不断流传出来的大圣经等一下我们会讲。那我们知道的这些所谓佛说的这一些，我们讲原始佛教，原始佛教是大迦摄结集，那个时候一直流传下来的。那流传到这个部派佛教的时候开始分布。那为什么分布呢？主要是一开始是持律对于规矩那么能不能拿钱那这个很多的我们一般叫做十事非法他认为有一些比丘这样做是不如法，所以结盟开始就分两大阵营。后来开始针对义理你这样的解释我不同意，你这样的解释我不同意，那就开始越分越多，越分越多最多分到23部那有纪律的比较清楚的比如说我们做18部，像专门记载这件事的《义部中论》就讲的18部18部义旨。那这个是部派佛教。那我们的佛法多数都是阿含经里面都是从部派佛教里面来的那基本上留下来都是部派佛教的东西。那原始佛教的当然，部派佛教当然是从原始佛教来，原始佛教来当然是从根本佛教来，但是不完全等同，不完全等同。我们说过大迦摄结集五百阿罗汉结集，那只有三明六通的有参加结集那其他没有神通的他还不允许他参加，根据记录是这样的。那舍利弗、目犍连也没有参加为什么？他已经入涅槃了那很多大阿罗汉都入涅槃了然后还有比丘尼比丘尼没有参加结集，那很多在家居士那么也有正出国二国三国的也没有参加结集。那么所以
他只是就是，当然这一些最主要的是阿难，因为阿难跟在佛身边够久，但是久也是二十五年了、啊，佛说法有四十五年，阿难在佛身边是二十五年啊，前面的二十年他是不在佛身边的，啊、前面佛的侍者是一起换的，换了很多人，换到最后换来换去也因为佛年纪越来越大了、啊、那么侍者越换来换去也很麻烦，所以后来就不要换了，就阿难，所以阿难在佛身边实际上是二十五年。那二十五年他也不是都在佛身边，佛出去应供的时候或是去哪里的时候也不一定带他，像佛去天上就没有带阿难、啊、所以他很多地方他也不一定都有去。那所以就是说佛到底完整的说了些什么、啊、那么我们可以说大迦摄结集是主要的部分的重点部分的、啊、那么这个是的，但是佛说的那么多、啊、就是他到各处去，那如果他一个人，那如果佛没有讲你也不知道，像他度大迦摄那个时候都还没有阿罗汉了，那是佛后来讲或是这些三迦摄讲了之后才有的，不然也不知道、啊、但是不是所有的都会讲、啊、就是这些阿罗汉全部会讲没有，他会讲、啊、之前佛怎样怎样怎样、啊、也许会说也许没有说，所以大迦摄结集的是当时的重点主要的部分，所以它不等同就是这样。那么部派佛教之后，那每一部派佛教里面开始有一些争执，就是你说的这一部经我没听过，我不承认；你说的这部经我没听过，我不承认。就是大家受持的经典开始不一样，那受持的戒律也不一样，所以流传到中国来了也很多部律，十受律、四分律、五分律啊，摩诃僧祇律、根由律啊，就有很多。那我们在律中，就是在道宣律师之后开始以四分律为主，道宣律师以前也不一定四分律、啊、像龙树那个时代他主要引用的律就是什么十诵律 跟本受有些有部律、啊、那也不是引四分律，是法藏部的、啊、法藏部就是重塔他也重咒、啊、那这个是比较部派佛教的、啊、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读的佛法其实是在哪一个时代的，它有哪些特点，那么这个我们理解的，我们对佛法会比较更清楚的掌握。好，那么部派佛教之后就有所谓的大乘佛法，大乘佛教，那么大乘佛教大概就是西元前一世纪、啊、那么金刚经常常讲的、啊、就是佛灭后五百年、啊、就是四百年，佛灭后四百年到六百年、七百年，大概这个中间、啊、那么之后、啊、就是佛是西元前五百年的，我们这样来看、啊、大概、啊、大概西元前五百年，那西元前西元就是零年、啊、就是西元前一百，西元前一世纪就是西元前一百年到西元，那西元到比如说西元一百年、啊、比如说佛法传来中国就是在西元一世纪，就是东汉到西汉之间、啊、这个大概西元比如说四十二章经、啊、西元一百多年的还是六十五年，这个时候般若经最早传来的般若经也是在汉朝、啊、那个时候就传过来了、啊、那么支娄迦称、啊、翻译的，那时候道行般若，道行般若是属于比较原始般若跟下品般若的、啊、道行般若里面的道行品就是原始般若最早最早的大乘经，原始般若这一部分、啊、那这个其实就是，但是它也有下品般若，就是我们等一下再来讲所谓的般若经、啊、我们单单要把这个东西的背景知识先理解、啊、好，那大乘佛法、啊、我们讲的，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是第一个佛法中的大乘佛法，大乘佛法中的初期大乘，初期大乘中的般若经，般若经中的下品般若跟中品般若、啊、基本上是这样。那它的特点是不太一样的，不同时代的佛教，那么不同时代的佛教，不同的部派，他所说的佛法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哦、就是说它的重点不太一样。举个例来讲，比如说《法华经》跟《般若经》，它同样是初期大乘、啊、我们刚才讲初期大乘有五大类了、啊、文殊般若、般若经、文殊般若经、啊、那么《波多三昧经》这一类的净土经典，阿处佛国经、阿弥陀佛的、啊、这一类的净土经典，还有一类就是法华经、是宝积经这一类的。那么般若经里面说的
比如说般若经是尊重声闻的、哦、那么般若经里面、啊、它比较强调就是你证了阿罗汉你就不能成佛，般若经里面没有回小向大这件事，小就小大就大、啊、没有回小向大这件事。那法华经里面不是，那般若经里面你证了阿罗汉你就是我们讲初期般若、哦啊、你证了阿罗汉之后你就不能成佛，所以他告诉你你只要证了阿罗汉你就是焦芽败种，这芽都烧掉了你没有办法说、啊、你再给他回春、啊、没办法、啊、这是焦芽败种，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说你可以回小向大、啊、你给他浸在八杯心里面浸在鬼心里面他又可以发芽，没有，他已经烧掉了，所以他告诉你这个是焦芽败种，所以他必须要怎么样，忍而不正，无生法忍，忍而不正，这个是般若经的概念，初级大圣的般若经，法华经也是初级大圣的，但法华经是说一切众生皆能成佛，没有小圣，唯一大圣，就算你先证小圣，你证了阿罗汉，你只要回小向大一样证大圣，小圣是三百里，阿罗汉是三百里，那告诉你再走两百里可以成佛、啊、那他就可以回小向大，那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法华经里面、啊、他说你有回小向大，而且一定会回小向大，一定会哦，一定会回小向大，所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皆能成佛，而且是必尽成佛，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尘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就是所以法华经的概念，我们为什么要先告诉大家这些东西，因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不同的论，它的内涵不完全一样，那你不先了解这个东西，就好像你这个人是男的是女的啊，他是哪一个国家的，他风俗习惯不一样，那你先了解了你比较能够清楚理解啊。好，那大乘佛教之后就有所谓的秘密大乘，那当然大乘佛法里面又开始分啊，所谓的初期跟后期啊。那初期我们就说啊，刚讲那些，那像般若经它又分，又分四期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那么秘密大乘，秘密大乘大概就是西元七世纪650年之后，那个时候跟婆罗门教复兴，那么结合、啊、那所以开始有很多秘密大乘，最主要的重点就是它有解手印啊，有咒啦、啊，有很多仪轨 啊，那么这个是原来四吠陀里面的东西、啊、然后后来就结合，好，就秘密大乘。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佛法里面，我们现在宣扬佛法、修学佛法的佛教啊，佛的教法基本上有这五大类。那根本佛教的东西跟原始佛教的东西究竟怎么样，我们不太清楚，但大概不完全一样，但是大概都在部派佛教里面，都阿含经里面，但是有一部分也在大乘佛教里面，因为有一些啊，比如说佛跟我说了些什么，但是大家是没有结集进去的，所以后来又流传出来，就慢慢慢慢啊。那大圣经有一部分也是这样出来的啊。这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大家是结集完之后，富罗那，这个富罗那不是说法第一的富罗那，说法第一的富罗那已经很早就入灭在这个他的那个故乡啊，那么苏卢那国啊，那富。另外一个富罗那、啊、就是耶者世游里面的、啊、就是佛陀成佛之后第一个度无比丘，鹿野苑度无比丘、啊、那么接下来就度这个耶者世游、啊、那么耶者世游就是耶者他有四个朋友，总共有五个人，那这五个人又回去带他的亲友来，总共50个，就55个。那么富罗那可能就是早期里面耶舍世友里面的一个、啊、那这个很早的，那这个富罗那从外地赶过来，佛陀入涅槃，而且大迦叶已经结集完了、啊、据说是3个月，然后是4个月，已经结集完了。那富罗那从外地赶过来的时候已经结集完了，那么他听了结集的内容之后，他就跟大迦叶讲啊、他也是大阿罗汉，我亲自听佛
跟我这样说，只要是律的部分，那么这个部分有开源，那大家是跟他讲，已经治了就不再改，因为改了是讲也很麻烦了，你大家已经结论过，你要把这些人找回来说，哦，我要改这个，你也不能私下改啊，这个是结模过的，就是开会决定过的，三读通过的。那你不能说我自己我大家都好，那因为我尊重你，我就把它改掉，那下次又改，那全部都改到最后就没有就不一样啊。那因为结集经典是好，它不是用文字的，它是用背的。你背出来，佛跟你听到佛讲什么，好，那经主要就是阿难，因为阿难听的比较多嘛，所以你看那个阿难经里面，同样的经有时候五六种，就是不同的阿罗汉记得不太一样嘛。那有些是佛陀说的内容一样，但是在这个地方这样说，在那个地方那样说，所以同类的就会有好几种、十几种版本，或是五六种版本。那这个结集者就会就是尊重同案并列就把它放在一起。那你会在阿含经里面看到这种内容。那已经结集完了，律就是优波离，优波离是持律第一嘛？持律第一就是他把佛在什么地方治什么戒，有什么开源，那么他都知道，但也不是完全知道啊。就好像阿难佛在哪里说什么，他因为他也不是每一次都跟，而且前二十年他也没有跟。虽然有人说他没听过的佛都跟他讲，但也不可能佛把二十年全部在哪里讲哪里讲都跟他讲，那也不太可能只是说阿难是多闻第一啊，那第一并不是全部啊，这所有佛弟子里面，因为大部分的佛弟子听的经不多，听的经都不多，比如大家是。大家说听的经也不多啊，因为他很少在佛身边啊，他是头头醒的。那么他听的经，他七天，他十五天就证阿罗汉了。十五天跟舍利弗，十五天就阿罗汉，证阿罗汉他基本上一个人住，在这个定中或是在这个宪法乐住中。那所以他虽然有时候去见到佛，佛也跟他讲听经跟讲，但是他听的经其实不多，因为他听经做什么？听经叫修行嘛，修行做什么？要解脱啊。他已经解脱了，他无学。不用做血的，所以他不用再听，因为他就是要那一条船，他已经有一条船就够了，他那么多船做什么？还不用啊，而且他已经到彼岸了，不用船了啊。所以大部分的阿罗汉听的经是不多的，听最多的，比如说像比如说阿难是听最多的，但是阿难是佛入灭后结集之前才证阿罗汉的。那比如说一般是，比如说你修很久，那么都没有办法成功，你就会一直听，一直想，一直听，一直想。比如说，好，罗诃罗，佛的儿子罗诃罗，佛的儿子罗诃罗，他听了很多经他都没有办法解脱。那佛就跟他讲：“你无应无我的，你有熟悉的吗？”他说：“熟悉的。”好，那么熟悉完了之后，你去为别人讲那么更深刻。那么他讲了之后，他还是不能解脱。好，那你这个十二处无我的，你熟悉吗？熟悉了，你好好再去读一遍。读了之后，他也不能解脱。好，你就会被人讲，就是十二处无我那么他讲完了还不解我又跟他讲，那你缘起的缘起无我的，你熟悉吗？熟悉。好，那你再仔细再研究一下。研究了之后，他还是不知道你就会被人讲。好，那么就这样反复讲，反复听。之后证阿罗汉像禅陀也是这样，禅陀虽然听那么多，但是他不用功就很放逸那后来因为禅陀就是很骄傲嘛，认为禅陀就是那个车尼比丘了那就是骑马带佛陀夜半出城出家的那一个，所以他一直以为佛是我家佛，法是我家法，佛是我家的，法是我家的佛说的。所以他在僧团里面不接受人家的劝谏他说你不用管我，我也不用管你，你也管不了我，因为佛是我家佛，法是我家法你跟我你说你犯了什么要处罚，我也不理你，我才不接受你的处罚。后来也很头痛所以后来就给他做默病嘛，就是不与同不同指数不要跟他一起，也不一起讲话，不共结膜不共指数不共言语就是反正你大家不要理他，你也不骂他，也不恨他，但是也不要理他因为他跟我们是不同的不同指数就是不要跟他住一起那也不要跟他在一起那么见到他一跟你讲话，也不要跟他讲话，也不要让他参加结盟共同开会，他就不听嘛
你就不参，你就不遵守僧团的规矩，你就不是僧团的人啊。那所以啊，就给他磨病。那禅陀也是听很多，到最后火入灭了啊，他才紧张。后来找来找去啊，找很多阿罗汉跟他讲，或是找很多比丘跟他说，怎么样证悟我，怎么样证悟我，他都没办法证。后来还要找到阿难，啊、阿难跟他讲中道啊，举这个佛为家瞻演说的中道。啊，那么知道他的问题所在，啊，那么他第一个他也紧张啊，第二个阿难人缘是最好的，阿难是所有比丘里面人缘最好的，不管是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都很喜欢他。那僧团很少说四众弟子都喜欢的，没有，啊，像大家说比丘尼就很讨厌他，啊，那么不是说大家都喜欢的，啊，那么阿难是比较特别，阿难这个悲心重，人缘好，啊，重感情。那后来这个禅陀也因为阿难跟他讲，他也听过很多。所以我们说，真正听过很多经的这些阿罗汉没有几个，大部分都是听几部经，用功就修行就解脱了。那我们现在那么多部经是集合这些阿罗汉，然后大善经又集合那一些在家众的，或者是那一些他曾经，因为后来又流传出来嘛，啊，我也听说过啊，佛这样讲，这样讲，这样讲，我就开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本来只有杂阿含啊，相应部嘛，后来就变成四阿含，因为太多了嘛，又分部嘛，啊，那后来又有大圣经，就开始这样。那大圣经怎么来的？大圣经基本上是啊，等一下我们讲，它基本上是针对部派佛教，因为部派佛教到最后很有名的就是有一部是独大的，虽然有18部到23部，但有一部是独大的，叫做说一切有部。啊，这个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的摩婆罗蜜有关系了。说一切有不，所以说一切有就是说一切法有，三世十有法体恒存，他的理论就是三世十有法体恒存。好，那般若经的重点在于说一切法空，跟说一切法有是不一样的。那大圣经的特点，如果以般若经来讲，我们知道大圣经的特点不太一样，但大圣经基本上一个特点，基本上就是菩萨道。好，那菩萨道怎么来的？我们先知道大概的佛灭后，佛在世时跟佛灭后，它基本上有分根本佛教、原始佛教、不白佛教、大乘佛教、秘密大乘佛教。那我们现在大乘佛教里面又有初期跟后期，初期的基本上就是般若经，般若经也有后期的，般若经也有后期的，但是就是我们在讲的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初期大乘经。后期的比如像如来藏经啊、楞伽经啊。那这种是比较后期的，唯识的基本上是中期到后期。好，龙树的时代没有唯识，唯识是从五浊，可以说弥勒啊，弥勒论师，然后传给五浊，五浊传给世亲，世亲传给护法，护法传给戒贤，戒贤传给玄奘，玄奘传到这边传给窥基，好像就是这样，慢慢啊，变成我们现在的法相宗，或是印度的唯识学派。我们先了解这些概念啊，这些概念有一点点小复杂而已。但是我们整个知道之后，我们再来读这些所谓的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大智者，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好，那我们刚才讲啊，佛法是佛在菩提树下觉悟啊，应该说毗波罗树下，毗波罗树后来因为佛在这棵树下觉悟，我们就叫菩提树。如果你成佛，你在哪一棵树下觉悟，那一棵树就是菩提树。如果你在芒果树下觉悟，那芒果树就是菩提树。如果你在椰子树下觉悟，椰子树就是你的菩提树。所以每一尊佛的菩提树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啊，那我们来讲啊，就比如说毗波罗树，毗波罗树下觉悟，毗波罗树下觉悟。那么觉悟之后说出来的，觉悟之后为众生说法的，那么这一部分我们把它，这一部分就是佛法，为众生说。所以我们刚才讲啊，主要两部分，他觉悟的内容，那么从各种不同角度说，啊，第二种就是怎么样可以获得这个觉悟，啊，由浅到深，次第的说。这个就不一样，
那么觉悟到底觉悟到什么？觉悟的内容是什么？啊，以前我刚学佛的时候，因为我早期都读华严经，那么一般我们会觉得佛在菩提树下觉悟的就是齐哉齐哉，一切众生啊，皆具如来智慧德性，只因妄想而不证得，啊，就是这个内容，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啊，类似像这样，啊，一切众生皆具足如来智慧德性，啊，那么但是因为妄想，他不能证得，啊，那么就是说让众生流转生死的，其实就是妄想、烦想、万恼、妄想烦恼。但是从佛法里面来讲，就是说最大的妄想是什么？生死的真解是什么？啊，等一下后面也会讲。生死的真解就是我见，有我见，有我爱。那么你解脱的关键就是我生死的真解是我见，有我见一定会起我爱，我见我爱就是轮回的根本。所以缘起从生命的现象、轮回的现象来讲，无名缘行，行缘是四缘名色，名色缘六路，六路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哦，那么你这个中间，这个是从生命的现象。我们这个生命的现象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是这样子？那以前是怎样？以后会怎样？佛陀在菩提树下思维这种道理，所以他思维了之后，他发现这整个流转生命，因为缘起最重要的。缘起，因为我们现在讲佛觉悟到什么？觉悟到缘起。那缘起的内涵就是什么？就是无我。这个是整个佛法的核心。你不管你修学什么佛法，你都是要见缘起，要证无我。那么你见缘起，就一定证无我。你证无我，你就知缘起，如实知，如实见。这个是很重要的哦。如实知，如实见，如其事实，啊，就是完整的、精确的、根本的，啊，了解到世间的真相、生命的真相。其实就两部分而已嘛，生命的真相跟世间的真相。生命在世间的一部分。那通常佛法讲世间无常，主要是指依这个生命的，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世间主要是五蕴世间、国土世间、有情世间嘛。那么为众生说，我们先把这个说完。佛陀觉悟到缘起无我之后，为众生说，那这个是佛法的内涵，真怎么见缘起，怎么证无我？那缘起里面，无名行识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生老病死忧悲恼苦，这重点。缘起主要缘起有两大部分，主要是流转跟幻灭的。那么它重点在讲流转，生命流转的缘起。那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无明，啊，由无明带头，那么起贪爱，这个境界依境界而起贪爱，然后才造成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所以一般会讲无明为父，贪爱为母，而有众生受苦。好，我们先下课。